约翰福音提醒咱讲，道就是耶稣，伊对起头就甲上帝之地，万物拢是通过伊来创造，活命伫伊内面，这个活命就是万百姓的光。总是福音书也甲咱讲，这个世间却唔捌伊，虽然伊甲上帝同徛起。阁受永远疼痛的上帝差遣到世间，济济人犹阁袂通接受这位耶稣，就是众先知所参与的迄位上帝所应允予咱的圣子。总是对遐认捌伊、信伊、阁接纳伊的人，伊就赏赐有关，正做永远上帝的儿子。